出家人也是一个行业，依旧不能够脱离社会。这是出家同修必须要认识清楚。这是一个什么行业？是个义务教学的行业。你喜欢这个行业，选择这个行业，就要把这个行业的事情做好，跟社会其他行业没有两样。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。自己在一生当中，我们所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，如何定位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个就是儒家讲的顿人见分的，我们是属于哪一类，应该尽的本分是什么。所以这是个义务教育，绝不希求报酬的，是一个牺牲奉献的教育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样子，展现出无比的热心，教导社会，而自己生活所需，只不过是三衣一钵而已。自己私生活降低到最低的水平，这是令后人尊敬的。佛教育的内容无所不包啊！诸位在华严里面看到啊，现在世界最完备的大学，跟佛教内容相比，差得很远很远呐！教学的对象也是无所不包，九法界有情众生啊，所以这是真正的完备的教学啊，真正圆满没有丝毫缺陷的教学。非常可惜，今天一般社会误以为它是宗教，所以无比殊胜的利益了，往往是当面错过。这是使真正认识的人，真正明白人很痛心的、很遗憾的一种事情。选择这个行业不简单啊！高度的智慧，高度的情操啊！真正的热情，抱着
牺牲奉献一切众生，服务社会，这样的心怀，你才能学佛，你才出家了。那么大家是不是把这段事情都认识清楚了才发心出家呢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是无论怎么说呢，你现在总算是出家了。即使是对佛法一无所知啊，糊里糊涂出了家，这也没关系，明了之后啊，真正发现，如果不喜欢这个行业呢，可以改行啊。这个社会从事任何一个行业，改行的人很多。佛家这个行业改行就叫还俗，还俗就是改行，很平常的事情。问题是你肯不肯牺牲奉献，肯不肯舍己为人，这个行业要求的条件如是啊。不能舍己，不能牺牲，就不适合于从事这个行业。我们不能把释迦牟尼佛的行规破坏了，这是说不过去的。这个行业的牺牲是彻底的牺牲，奉献是圆满的奉献。真正做到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纯粹从事于教学，所以要把这个行业的事情做好，自己一定要真修啊。修是什么意思呢？修正，把自己所有一切的过失都要修正过来。所谓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言语，一切的错误都要把它修正过来。这叫修行，行是行为，将我们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社会一般人误会，什么叫修行呢？每天念经拜佛叫修行，错了，错得太离谱了。念经拜佛只能是修行里面的一个小的手段而已，不能将这个部分代表全体。真正修行在起心动念，一念为我，一念为私，错了。一念为公，一念为众，这就对了。古无大德常常教人呢，从根本修啊。根本是什么？心地，就是起心动念，这是根本。念念为自己是名。
念念为众生是觉悟。念念有分别，念念有执着是迷啊。念念能立分别、立执着，这是觉悟。佛菩萨是人，不是神仙。佛陀、菩提萨埵，这是印度梵语音译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觉悟的人啊，所以佛翻作觉者，一个圆满觉悟的人啊，印度人称他做佛陀。已经觉悟，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的人啊，古印度人称他做菩提萨埵，我们称菩萨。所以我们要真正怎样专迷成悟，专邪成正，专染成净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大事。这些事都要落实在生活上。它不是玄谈，不是空话，它是我们现实的生活。包括我们工作，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都能够与觉正净相应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他做到究竟圆满，这个人就是佛。即使他从事很微贱的行业，像过去担水卖柴啊，拉黄包车的苦力了，行业虽然未见的，他要与觉正净相应，他是菩萨了，他是佛啊。我们在经典上读过，在史传里面看到佛菩萨往往示现乞丐的身份游化在世间的，示现潇洒自由自在，跟大众接触，劝善归过，他在教化众生呢，他在现身说法了，出家人在古印度那个时代，就是过着乞丐的生活。所以比丘这个名词也是梵文音译的，它的意思乞丐啊。
其实啊，天天出去讨饭呢，四是什么？知识分子，有学问，有道德。有学问有道德，为什么出去讨饭？这就是从事于义务教学。生活所需的每一天不过是一拨饭而已啊，其他都不要了。真正做出来，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他做出来给你看，绝不是空口说白话。所以虽然是讨饭，你仔细去观察，无比崇高的行业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都很明显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。我们今天出家在中国，不必出去讨饭，实际上还是其次。我们没有从事生产事业，我们生活所需，我们不向外面乞讨，是在家同学送到这边来供养。那一份虔诚恭敬心，超过我们乞讨那个布施啊。我们其实是到人家里面看到了，给你借个缘，不是你。现在只是人家是以真诚恭敬心，到道场里面来借缘供养，他们的福更大了。所以诸位想想，我们还是乞食啊。所不同的，佛在是出家人所需的，真正就一拨饭，吃饱就没事。现在在家同学供养的，往往超过我们自己所需，而且超过太多。这种大量的超过，很可能引起了副作用。什么副作用？贪嗔痴。这是我们要警惕的。所以古时候修行，道业能够不坠，能有成就啊。今天发心出家，那个时候都是菩萨，出家之后接受过分的供养，就变成罗刹了，变成卧轨了，不是菩萨了。这是我们要警惕的。那么在家同学送来的供养，我们应该如何处理？只取自己所需的这一份，多余的要公众。
现在这个社会受灾受难的苦人太多了，我们这里有多余的，应当全心全力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人，这是慈悲。学佛，我们的出发点、立足点就是慈悲。所谓慈悲为本，我们没有同情别人，没有关怀别人，这是错误。要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。学佛菩萨，佛菩萨是念念关怀一切众生，念念爱护一切众生，念念帮助一切众生，这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。关怀、爱护、帮助、落实，就是善巧方便。我们有很善的方法，很巧妙的方法。帮助别人，绝不损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那叫善巧啊。帮助别人，最好能不让他知道啊。这是最善的了。你帮助他，他知道了，往往还动感情。动感情，心就不清净。所以佛教给我们修布施、修供养，要三轮提供。三轮提空是善的，布施供养里面又能三轮提空，那才叫善巧方便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要知道去做，天天做，时时做，念念都做，这叫修菩萨道。这个叫修菩萨心。意念之中，只有佛法，佛法就是觉悟众生的方法。只有社会，这个社会是大社会，华严经上讲的净虚空遍法界的大社会啊，帮助这个大社会和谐美满圆融，一切众生互相尊重，相敬相爱，互助合作，佛菩萨的教化是向着这样大的目标
大，能包容小。所以大乘经上念念都讲尽虚空变法界，你要是明白了，你要是真懂得了，你会很庆幸的，我们这一生选择这个行业选对了。这个行业能令我们自己生无量欢喜心啊！我们跟诸佛菩萨同一类也，同一行啊！殊胜庄严圆满，自自然然可以能够体现，自自然然就得到真实的受用，受用展现出来，法喜充满。佛经里面常讲长生欢喜心，你才真正能得到。所以大家既然都出家了，现在都是出家人的身份，无论你是什么因缘出家的，这个没有关系，出家之后一定要认真的修学，努力改过自新，修行实在讲就是改过，天天发现自己的过失，天天修正自己的过失，这才是真正的如来弟子。我们修净土，大家都希望做弥陀弟子。弥陀，释迦牟尼佛赞叹他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，能做弥陀弟子，你想想看，多么光荣，多么幸运。希望大家努力精进，不辜负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诫。今天时间到了。